一对喷火龙同埋加油喜事啊！谂埋呢一对马，好喷火龙搞掂加油喜事。信念埋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赛事三班一六五零米三号真系有十七啊！转数高一号起飞啊！准备忘记举起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外面位置黃衫劍追風呢就走啦，咁再見到數入去嘅馬有成才啦，咁仲有明月光啦，灰馬童話啦，內欄第五位就歡喜心中檔，第六位白衫紅帽中華之光，再後面尾四加油喜事啊，尾三噴火龍，尾二呢就嗰隻轉數高，咁暫時包尾嗰隻呢就輕滑嚟㗎，轉呢個呢就係滿貫灣啦，做啱咗第一步先啦，就係放頭啦，嗰隻劍追風啊，跟住第二位有成才啊，再後面嘅第三位有內欄明月光，出邊第四位是童话就灰马嚟嘅，第五位嘅马啦，咁啊浅蓝帽粉红袖啦，欢喜心啦，紧随其后仲有呢只中华之光啊，后边四匹马加油喜事，少少过咗紫色衫嘅喷火龙啊，尾位置系嗰只转数高就黄帽噶啦，暂时包尾嗰只马咧系轻滑嚟噶，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前面带头系呢只剑追风啦，咁啊童话咧就喺外边嘅第二位，成才第三位，第四位明月光，第五位中华之光，第六位欢喜心，第七位加油喜事，外边咧黄帽三搭要上啦。就係嗰只轉數高啊！再後面嘅馬匹啊，褪咗落嚟，尾二咧就噴火龍啊！咁啊，暫時包尾嘅馬咧都仲係嗰只輕滑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咧，前面劍追風仲係放得鬆容嘅，支離咗大約半個身位到。童話第二位，成才第三位啊，內欄位置黑白斜間三嘅明月光啊，外邊嘅馬咧仲係轉數高，開始踩油上嚟啦。緊隨其後咧，仲有噴火龍啦。等內欄嗰邊咧就係呢只歡喜心啊，兜到嚟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，外邊位置係嗰只轉數高冚咗上嚟，中間有童話。數入去就劍追風，內欄嗰邊咧仲有成才啊！最後一百米數佢兩邊咧轉數高，咁啊已經拋離咗個幾身位，贏緊呢場賽事啊！第二名外邊追上嚟噴火龍，咁啊第三名係童話，第四名埋邊係嗰只成才嚟噶，咁啊結果都係一點七，就係呢只轉數高啊！咁啊轉彎就慢慢踩油上嚟嘅，咁啊呢組賽事係得只噴火龍咧，咁啊賽事跑局組最近啲嘅啫，童話應該係第三名。至於第四名嗰只咧，係埋邊粉紅帽嗰只成才啊！三號轉數高啊，潘頓咁啊，大二取勝一點七倍啊！咁啊，跑第二名四號嘅噴火龍啦，國能第三名十號童話黎海榮，第四名見到係要嘅成才田泰安，真係好勁啊！只轉數高，你見到轉個彎一號咧走唔甩，你都想落飛都想贏得幾難啦、啊！你撳住都已經湧上嚟啦，咁啊！跑第二一隻沙田轉過嚟啊，食啲級數噴火龍。第三名童話都落啲飛嘅位置啊，最後。好啦，转数高咁啊，继续都集中跑谷彩嚟啊，成绩好嘅。啊，今场就赢四分三马位，啊，应该都会升班啊。唔知阿潘顿下次做唔做到榜咧？咁啊，骑练一齐起马啊！一齐睇下啲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三号嘅转数高，独赢派十七蚊，位置派十二蚊；跑第二名系四号嘅喷火龙，位置派二十四个半；跑第三名系十号嘅童话，位置派二十七蚊；跑第四名系二号嘅成才，连赢三搭四派八十九个半；三重彩三号、四号、十号顺序派九百二十六蚊，单T派二百四十六蚊。
位置 Q 三搭四派38元，三搭十派45元，四搭十派129元。睇潘頓嗰啲走位就好有信心啊！對只馬都唔好塞啊，最落山啊踩啊！三揀一預計派彩勝出組合 A 一格夜熱門派17元。四連環二號、三號、四號、十號派735元。四重彩三號、四號、十號、二號順序派6476元。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馬房部署，我相信下一次轉數高再出繼續都要及住賀賢的馬。今天沒有馬跑了，賀賢今天兩邊起步看到劍追風快臨尾落了啡格，但是回到來都不是太好，成才跟著他埋入面就明月光，中間灰馬就童話的，入面內欄的歡喜心就貼了難跑，中間位置就中華之光，後一陣的馬內欄就噴火龍，藍衫就加有喜事的，尾二位置轉數高都是好整以下包了尾就輕滑。这场第二段就慢一點，就是三段就快一點，所以拉雲都屬於中間無速賽事。咁轉數高，成日都話啦，超級馬最緊要兩樣嘢啫，唔好跑錯，唔好失，唔好留到頭惡惡。咁今日都完全冇啦，咁佢都有內欄要啦。記得都周二疊三位先，咁去到對面直路慢慢移出三疊，咁啊俾只馬開步，慢慢走上去。咁贏起嚟咧都仲係好清脆㗎，咁都仲有啲分起手嘅。咁睇下上路二班下次框啲咩馬啦。不過冇咁快有賽程，除非下個禮拜又急急再跑嘅啫。咁啊，睇翻前面嗰堆啦，咁啊，步速正常咧，就前面嗰堆都散唔曬噶。咁啊，童話啦，依家都咬住第二位，翻嚟都仲有兩腳嘅。咁啊，成才黃金包雙位咧，都有個第四啊。咁啊，接難就童話咧，拉屎都叫追翻近。咁啊，今日反而莫雷拉嗰只歡喜心追得麻麻地喎。咁啊，掟出去追咧就噴火龍啦。咁啊，三連轉過嚟跑馬的一樣克服到嘅。咁啊，其餘馬匹都冇乜特別啦。我都是看潘頓表現啫，發兩邊打得咗，咁啊跟住收翻埋偏齋推。第七場賽事都覆榜完畢，位置 Q 派彩三搭四派38元，三搭十派45元，四搭十派129元。三揀一派彩勝出組合 A1 格夜熱門派17元。四連環派彩二號、三號、四號、十號派735元。四重彩派彩三號、四號、十號、二號順序派6476元。馬步派彩頭關十二號、尾關三號派1059元，頭關十二號、尾關四號派970元。三天正獎咧就有人中嘅，就派4889944元。三天安慰獎派24154元。分段时间：头段28秒07，第二段24秒43，第三段23秒79，末段23秒59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39秒88。